抢市占呢，还有这个就是要抢攻过年的红包商机。现在各家手机大厂也开始推出新机了。这两个月来 ，Sony 宏达电、夏普就陆续推出年度的旗舰机，而且都刚好是5寸大屏幕的 Super Phone 超级手机，规格也都有这个高画质，甚至800万速以上，甚至有的号称丢到水里用也没有问题。 5寸大屏幕搭配1300万画素 ，Sony 这支旗舰手机号称 Super Phone 超级手机，功能强大到丢到水里面还能继续运作下去，号称水里下1公尺还能继续使用。日本大厂索尼喊出超级手机 Super Phone 正反面双玻璃材质，正面只有 7.9 公里，外界认为全都是冲着蝴蝶机而来，一个按键快速连拍，直接拍到你的记忆卡，拍满为止。 比起蝴蝶机990连拍，索尼的无线连拍更厉害。其实摊开这两个月的各家旗舰机，索尼、宏达电、夏普全都是5寸萤幕以及Full HD规格，号称击败苹果的视网膜解析。 5寸的比重会有相当的比重，我想我们会做一些区隔，比如说在高阶的部分，可能都是往5寸。不过同样是5寸机，还是有不一样。索尼的相机有1300万画素最厉害，宏达电的重量144克最轻，两件都加入了生活防水功能。 不过谈起新机上市，第二代小米机也是来势汹汹。适合新 4.3 寸 IPS 萤幕，相机800万画素，大陆刚拍卖时不到台币10000块的价格，号称地表最高 CP 值手机。不论是日系、台系还是大陆机，各家规格大同小异。接下来就看消费者买不买账了。东森财经新闻黄俊中午军台报道。